丹出轨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而妻子谢杏芳则表示会支持这个知错会改的男人，一家人风雨同舟。在2010年 Vogue 杂志的专访中，谢杏芳曾谈及两人的交往过程，称是林丹主动要自己的电话号码。他的性格霸气而不失细腻，谢杏芳还称是有很多女孩喜欢林丹，但这没办法，我是不管他的，这得看他自己，管也管不了。谢杏芳还幽默地爆料称，其实喜欢林丹的男孩子比女孩多。最后被问到有一个全国人民都喜欢的帅哥男友压力很大吧，谢杏芳称是你的最后总归是你的。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